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我这个东西买来了，我高兴坏了，今天无比的开心与激动。现在让我们来打开这个新的灌烟器，亚马逊买的，亚马逊卖的，这个可能就方便很多了。让我们来试一试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样的，这个配件儿，弹簧，卡烟的那个小头，还有说明书啊。你看，哎呀，晶莹剔透的。啊，这样的，这个重量，哎呀，相当可以了，这重量。它反面，这个品牌，啊，这能打开。真能打开的，我们试一下，找个烟卷一下试试。插在这里，然后我新买的一盒问宝路。空调监视。见证奇迹的时候就到了，按住这里，幺几，哎呦，完成，相当不错了，这烟灌的也不错，头稍微小了一点，这里挺饱满的。抽一下尝尝，留了那么多没灌，前面这个就可以不要了，有这么长也够我抽了。方便多了，就是正常打开的时候，这里会把烟给夹紧，夹住了，然后下一个档就是推烟。Made in China.